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夜以继日的研究解药，给你送点吃的。多谢。解药研究的怎么样了？这种传染毒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毒性很强。若身强力壮之人不会立刻致命，但毒会在身体里游走，实在很难理出头绪。我跟太医们试过很多种方法，都只能缓解，不能将其根除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你掌控全局，做好保护和预防的措施。研究解药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。明天还有很多事情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你呢？继续研制解药。我陪你。云溪，云溪，你怎么了？云溪，怎么样了？小姐。染上了毒瘟疫。殿下，你现在是主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千万不能倒下。这个时候，我不能离开他。那你就陪着他吧。